近日，靳东在社交平台晒出与刘敏涛的合影，引发网友热议。靳东身穿格纹西装，看起来身材有些发福，脸上也有了明显的皱纹，不过还是很帅气，有一种成熟的魅力。刘敏涛穿着黑色套装，气质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知性，两人现场氛围非常温馨，一看就是感情非常深厚的样子。距离两人上次合体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，当时两人合作了《伪装者》，凭借着出众的演技大火，成就了一部经典好剧。此次两人再度合体，其实是为了《伪装者》的音乐剧，也算是一段难得的缘分。网友看了靳东和刘敏涛的合影，纷纷留言表示爷青回，有人说明家姐弟戏里戏外的感情都很好，也有人表示靳东饰演的明长官是心里的白月光。靳东和刘敏涛的合作至今仍让很多观众意犹未尽，你会去看他们二人的音乐剧吗？